嗯，对，小迅说，奶奶，啊、嗯，你说你照顾好自己，啊、嗯，哎呀呵呵，这是你的爸爸吗？早上好，现在是早上6:30，昨天晚上光把衣服洗了，没掏出来晒，实在是太累了，没起得来，现在开始洗衣服、晒衣服。然后我还要发面，嗯，今天是7月7，七夕情人节，我也不知道我怎么给山口订的个机票也没看，反正是今天傍晚山口就到我们烟台机场了。虽然今年我妈因为腿做手术了嘛，在住院，嗯，还没出院，得等，还要等个4-5天才能出院。医生说让他把腿在医院就是休养的康复的差不多了，让他再出院啊。每年七夕的话大家都要做那个桥管，今年由我自己在我自己的家里做桥管。山口给我来信息了，哎哦呦，哎呦我的老公哟，哎呦我的老公无来戏呢，你看我老公美的这个嘴都爆，哎呦这个嘴无来戏呢，你的路呢没吃卡，你的路呢吃卡来的没吃一单呢，巴斯的啊，嗯，难得他哭西干到了那一路就不能哭了嘛的，哎呀你看真正，嗯，哎，他爸哥没得路呢，他爸哥来，哎呀，嗯，没得是吧，哪一个了，嗯，这老伙计也要去坐车了哈，坐车去机场坐飞机哈，哎呀傍晚就能见面了。看人家现在叫醒了，醒了人家就坐这个地方要画画是不是，接下来我要发面了哈，家里边的工具什么什么都不全啊，连个盖这个东西的东西都没有，找了一个大盆空小盆，就在这上面发点面就行啊。这面我也不知道是应该软着点还是硬着点，硬一点，硬一点啊，嗯，应该硬一点是不是，要不然还继续上午帮我忙活呢，你说早晨都忘了给俺妈订饭，7点多才想起来的，还忘了给俺妈订早饭，这个一会儿快递又来了啊，又快递我都忘了买了什么东西啊，后来才想起来买了点海鲜，山口回来嘛，哎呀妈，等会儿又接个电话，哎呀这一上午电话联系，打算明天，这不是山口今天晚上7点钟就到了哈，我和我爸去接他，打算安排明天山口吃个饭什么东西的，这不大老远山口来一趟嘛，怎么的也得让山口开开心心的是不是，来了之后有一种满足感啊，中午朋友吃个饭，晚上亲戚吃个饭吧啊，你说就这么一天时间，我们后天要我爸山口我闺女还有我们4个人又要出发去新疆了啊，新疆的样品啊什么东西还没寄到，等寄到了之后我再拍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下啊。这小花鱼我妈也能吃，其实我想到整下午我炸几条鱼，下午去看看我妈嘛，看完我妈之后呢再去接山口，买了这10斤吧，我把它分一分的，买了几个螃蟹，怎么这个感觉这个螃蟹这么轻，怎么不沉啊，这有肉吗，哎早饭没吃，我来给黑家强买了个包子，又不要包子又要玉米，吃了个玉米啊，这玉米好吃吗，嗯吃个玉米吧，这应该叫姥姥，应该叫姥姥吧哈，这姥姥还叫阿姨，我比视频里边漂亮吗，漂亮真的，还瘦吗，视频里边胖吗，哎视频胖，可能一上镜你看你上网就回来了、嗯、啊回来了，昨天晚上回来的没吃饭，领来吃个饭，你看应该叫，你该叫阿姨还是叫姥姥了，叫姥姥吧，我来银行取点钱，明天山口不是要去医院看看我妈吗，你不能让她空的时候去啊，所以想给她准备一个红包，让她把这个红包送给我妈哈，是不是，是不是得表示一下哈，把这个去送给阿姨去，这个去送给阿姨啊，每次阿姨都给你水果吃，得给阿姨点东西，你说阿姨给你，谢谢
不用客气，你说就每次都吃水果啊。这花也漂亮啊。嗯，你喜欢粉色的呢。嗯，这行不行？漂亮吗？行吗？好走。哎我的妈呀，我今天上午忙活的我都不知道我的视频落是什么东西啊，就忙得一头一头的，真的时间紧任务重。刚去买完东西回来啊，花订好了，刚才山口打电话说已经过来安检，已经去等着坐飞机了，是石榴，你就这么把着吃吧，行不行？七夕情人节，哎，就寻思正好是山口今天不是坐飞机回来嘛，就想就是来个小小的仪式感嘛，就想起来说定数这个鲜花吧。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说这个花送给山口，让这个山口再拿着这个花去医院看看我妈，是不是？咱用这两次，是不是也算是对得起这个花的这个价值哈？这一束花了60块钱，没有多的哈，就感觉60块钱就行，60这个数字也挺好的哈。给大家看看我买的这个乔果的这个模子哈，这种东西来。我们山东地区都有这个东西啊，不知道你们那些地区有没有？全国各地的朋友们，你们那有没有这个东西？就是七夕节的时候，要用这个东西，就是把发好的面，然后放在这个模子里边做成这个形状。我要开整了啊，把这个模子先去洗，晾干。我的面满满的花生油味，里边加上点糖，加上点花生油。工具不浅啊，凑合着做吧。妈咪的。谢谢。轻点儿。行，我当然小心。行，别卡着手就行了。俺爸第一次干这活儿，哎呀妈呀！要是俺妈在家，叫你裸包子两个眼撞灯，包子不干。哎呀，现在开始穿了啊，把这个乔花给穿起来，穿上一串儿。裸完了都没有形状，感觉都是圆的了吧？没有形状，发的太大了。哎呀，穿了一串啊！拿下来，咱不穿吗？不要吗？啊？我现在就是太长了，行吧，我长点。现在还行。行，现在行。挨着大口，挨着大口。才能吃哈！哎呀，我们要出发了，出发一会儿我们去接爸爸，好不好，燕江？即将在，我给你穿个裙子，给姐姐也找个裙子。好，去送给姥姥，挂在姥姥脖子上啊！叫姥姥低头。哎，姥姥，叫姥姥，你来，来，你说戴脖子上。戴脖子上。啊，来戴脖，给姥姥戴脖子上啊！你戴脖子上。这给姥姥了，戴着脖子上，饿了就啃两口行了哈，就没有饭了啊，就不用吃饭了。哎，那个绷带都拿下来，就剩前面那一点点了，是不是？就剩上口那上那一点点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就这不弄扎钉吗？不是弄弦吗？他就是弄个扎钉和那个缝纫机呀。哎呀妈呀，弦还不行吗？得弄扎钉吗？哎呀，可注意点，可不能受伤哈。受伤可疼了，可疼了。有个大口。哎呀，这么疼了。什么可疼了？啊？哎，可走道慢。哎呀，这么危险。车也没危险哈、啊，哎，自己就能坐下了吗？坐下的时候那个腿它不蜷了会儿，行吗？哎呀，要是你野生有泡沫，你告诉我声，或者你自己弄点水弄弄。你这头发，这样式儿抬头疼。
这啥都不疼。嗯。那大腕疼不疼？大腕疼是不是？嗯，就这大腕疼。心慢慢心。啊，伸能伸直。啊，这样也行。这姥姥，嗯，好好养养腿。好好养养腿。啊，对，小雪说，奶奶，啊，你说你照顾好自己，啊，啊，照顾好自己啊，好，拜拜，你说明，拜拜，啊，好，拿走了，明天你倒想想，要是明天再需要什么东西，你提前打个电话告诉俺爸声，告诉我一声也行，明天基本上上午两山口来看看，啊。前方500米向右前方行驶，进入右转专用道。哎呀，这是你的爸爸吗？是爸爸呀，啊。